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天听美咖粉丝大解惑，我是天小编，是天小编。今天好开心，好开心，要来介绍的秘密武器。Q 小编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？就是苹果花香冷米。是你的最爱是不是？对，我的最爱。是那个插上去立马就变立体的那个女神光吗？梦游九十一。嘿、hey, ，很多人都会问说，它到底是虾米米鸡啊？一只米鸡没听过哈。它呢就是一个打亮管材啊，还有带一点它紫色的光，它的那个光有好气色哦，有光泽又有好气色，而且它粉碎非常的细，打在你的这边就有修饰毛孔的效果，很丢。而且大家都问说，这要插在什么地方呢？插什么地方呢？你看我的额头啊、脸颊、啊、三根啊，还有什么下巴啊、下巴，所有这些还是放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首先我们就要拿起彩妆刷，非常之柔软的彩妆刷，就是这个跟它是天生一对，对，什么一组，这个彩妆刷，然后我们打在额头。我喜欢打在眉骨的这边上面，给大家说一下眉骨，眉骨说一下，在这边是，那我打眼下跟腮红上的这个对话区，我打这边。好了之后呢，就鼻子这边就是，我跟你说，告诉你不用去整形，不用，它就是你用一笔武器。是，好专业哦。啊，就是听说。靠这个省钱，是不是？还有这边，也是三根，不是脸颊。说，我被立体化了，你说有立体光？好，光啊，漂亮哦！你看变得好看吗？这边，光泽吗？很美的光泽。别看，而且这边有点歪了，然后这边变立体之后，你看这边就，这边就。但它有自然的光，就是觉得它就是不是白色的，像粉粉的在你的脸上，没错。一般的打亮的话，它都是偏白色。偏白色是比较从擦上去比较死白，不会有膨胀效果，就是带点气色，而且是让你立体，不是放大哦。然后下巴大家就不像这些地方。好，我们往立体方向一步。看，在那里。哟，这光泽很美呢，果然是 Q 小编的武器。每次看为什么影片中我们的脸在发光，就是它，还有那个可爱的小编，他每次都这样。素颜霜的小编，对，看到说话说，我们当中最爱他的最爱啦，是对，我一擦完妆就变成。它是带点紫光，它是带气色之外，它又可以修饰你的毛孔，是棒。